大家好，我是艾克达德。两三天前遇到个人物能力影片时，发现若连遇到个人能力有个好用的地方，又是当预牙亮起来后被打个口时，预牙的用功率来点亮。因此如果我们能提高功率，便能让预牙很亮，且我们可以尝试让若连遇准遇成盗贼一类的职业来战斗。而且功率中有个项目是无伤过关，若连遇相当适合达成一个目标。如果您当前视力不是头蒙的话，也不用担心，因为有玩家发现正式版有挖角系统，我们可以等吃一成熟后把六连一挖过来，然后找个简单任务去用它来完成无伤过关的攻击。目前还不遇正式版开放人物有谁也能方便达成，若没有的话，那么六连一就是最好的选择。